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ravis 店长 Hilbert 伯伯，今天和大家介绍 Ultra 新 model 多链层。咁 多边七对比起多边六，最主要大分别就是个 midsole 加咗两 mm， 由28mm 去到30mm， 踩落就觉得更加 firm， 更加弹，更加舒服。咁另外佢改良咗个鞋舌咧，以前 Topin 6个鞋舌比较硬，比较薄，咁容易刮脚，而家就加厚翻，咁就可以避免咗刮脚嘅感觉啦。除咗以上两点改进之外，佢又 keep 翻原用嘅 Eagle Mix。同埋副鞋头嘅设计，咁正因为佢个 cushion 加厚咗，所以今年 Topin 7嘅市场定位会更加唔同，适合唔同距离、强度训练，甚至到比赛添。如果你试下 Topin 7嘅感觉，不妨上嚟我哋 Chat Blazer 试下，大家记得留意翻我哋营业时间啦。